讲这几年跟他在一起的感想，但中间你要不时穿插哥哥你好了，他就叫哥哥啊，中间呵呵呵呵。不是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很丑啊，这样太粗鲁了啦，不会啦，哎，看一下镜头。哥哥，我是 Lady Lulu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知道啊，我最喜欢你，就是我最喜欢你黝黑的皮肤，还有憨厚的脸孔，当然还有你常常流的那种汗水，你知道都会让我那我也知道你很喜欢我的美腿，接下来就是我想要说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哦，我想到了，哥哥。演唱会加油！啊，不用吧，我这边有镜子，你照一下。看一下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你的妆，你看一下刘华有很美。My God！天哦，那你现在不要靠近我，不然我不管了。你看她真的很像个女孩，很娇羞。其实你们是想拍这段吧？你们很贱哎，你们好贱哦。我们刚从那个影片啊，可以发现你其实相当喜欢变装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逼迫的。主持人青菜呢，有听到这个风声，所以今天制作单位呢，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 special 的衣服。来人啊，把它拖下去！啊，拖下去哈。哈哈，每次都这样，快点啊！要穿着这个弹弹舞美剧。天哪！什么衣服？这个 Q 前面有个 Q 太好了。哎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刘嘉凯去换装的同时呢，我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这是嘉凯最喜欢的。哇，好好看哦，好合身哦。嘉凯换好了是不是？我们欢迎嘉凯登场。嘉凯，你好漂亮哦！那你觉得我这个漂不漂亮？梦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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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露。哦，你这样危险呢！哎，玛丽莲梦露是很有气质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跳来跳去呢？跑到后台犯规哦！太贱了！我好累哦。对啊，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想跟我们分享，来。哎妈，是你给他们的吗？讲一下这张照片由来呢，是上个礼拜呢，苏打绿的鼓手小威呢，请苏打绿到家中过生日，当然史师母呢就非常非常热心的将小时候的照片拿来跟我们分享，于是呢，我们就趁着史师母转过来没有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偷了一张照片塞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然后他们完全都没有发现。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，对。哇，我那
时候好瘦，大概只有十几公斤吧。他小时候啊，上学迟到都是因为走在路上，一直照那个后照镜，一直照一照，每一台车都照，每台车都照，然后他就一直夸张。我胖的地方要来了，我有感觉。不会吧？那是你吗？